生肖牛，你是吉牛还是富牛？在这辽阔的星空下，每一个生灵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奇迹。我们诞生于不同的时刻，承载着不同的命运与机遇。在中国古老的阴历传统中，出生的月份似乎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，特别是那些在特定月份降生的人，似乎自带一份神秘的财富和福气。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有福之人留下一句翻身转运，从此财运好运宠着你，顺风顺水走大运。阴历三月诞生，春光明媚，三月生辉，福泽满怀，锐气祥和。在春意盎然的三月，大自然展现出勃勃生机，万物复苏。而出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月份的人，仿佛与春天的气息同行，他们自带财富的光环和持久的福气。三月出生的牛人天赋异禀，具有超凡的创造力和惊人的适应能力。他们不仅拥有与生俱来的才华，还能够在逆境中崛起，如鱼得水。这些特质使他们在生活和职业中游刃有余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，都能从容应对，成为人群中的领导者。在财富的道路上，三月出生的牛人似乎有着天生的嗅觉，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围的机会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些机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。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创造富足的生活，更能带动周围人的共同富裕，成为人群中的领航者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三月牛人的性格通常温和、亲切，乐于助人，愿意分享自己的幸运和成功。这种性格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，赢得了广泛的人脉资源。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在职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也使他们的人生之路更加丰富多彩。阴历五月诞生，五月金秋，财源广进，五谷丰登，福星高照。五月古称蒲月，象征着万物生长，繁盛至极。在这个月份出生的牛人自带财富光环，福气绵长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，总能遇见各种吉祥之兆，不论是事业还是个人发展，都能得到显著的提升。五月牛人的生活如同五月的自然景象一般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他们在生活中总能遇见各种吉祥之兆，不论是事业还是个人发展，都能得到显著的提升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努力，更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一种吸引财富和好运的特质。在财富管理方面，五月牛人拥有极佳的财富积累能力。他们在理财上既谨慎又敏锐，能够洞察市场趋势，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。因此，他们的财富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长，甚至能够实现财富的快速膨胀。阴历六月诞生，夏日繁荣，六月金榜，荣耀绽放，福禄齐聚。六月是大自然生机勃勃的季节，也是一年中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刻。出生在六月的人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荣耀，他们的生命之花在夏日中怒放，闪耀着金银般的光辉。六月牛人不仅在事业上具备远见和智慧，还展现出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。他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，带领团队走向成功，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。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，他们总能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最终达到事业的巅峰。六月牛人在人际关系中也表现出色，他们温和友好，擅长与人沟通，能够在各种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魅力。这种社交能力不仅使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备受欢迎，而且在职业生涯中也能够建立广泛的人脉网，为事业发展铺平道路。
阴历八月诞生，秋月皎洁，八月丰收，福寿绵长，吉祥如意。八月常被视为一个吉祥的月份，出生在这个月份的人似乎自带一种独特的财富光环，他们在事业和财富管理方面表现出色，社交能力也十分突出，他们的存在仿佛注定了成功和幸福。八月牛人不仅在事业上表现出色，还在财富管理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，他们能够理性地制定投资策略，把握市场脉搏，实现财富的持续增长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社交能力也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能够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。八月出生的人通常展现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，他们的存在仿佛给周围带来了秋月清辉般的光芒。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会轻易放弃，而是以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，最终取得成功。他们的长寿福寿也似乎与他们的生辰密切相关，他们注定能够活到百岁高龄，享受着丰富多彩的人生。阴历十二月诞生，冬月幸福，十二月星辰，幸福来袭，福运连连。农历十二月被称为寒门迎春，这一美好寓意让出生在这个月份的人拥有着独特的命运和魅力。他们仿佛与生俱来的被吉祥之星所眷顾，注定了一生将充满坚韧、希望和喜悦。出生在十二月的人似乎也自带着一种财富的气息，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福气和好运，仿佛银雪迎春般纯洁美好。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财务上，他们都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回报。这种与生俱来的福气让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色彩，充满了吉祥如意的气息。总的来说，十二月出生的人不仅拥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态度，还自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福气和财富。他们的存在为世界增添了一抹亮色，为周围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祝福。他们就像是冬日中的寒梅，即使在严寒中也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为生活增添了一份美好温馨。每个月份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，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无论出生在哪个月份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勇气、坚持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才是成功的关键。